咱们是自驾车俱乐部，不仅局限于房车，当然房车更方便嘛。这是阿尔善图牧场，这是它一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阿尔善图，这就是阿尔善图一个具有标志性的。这地方最大的好处是有牛羊，看着这牛羊。我说这个地方停车不赖，老板说我分分钟就给你搞定，他这有那个除草机啊，亲自就啥了。看着现在什么都讲究机械化，他这还有大棚蔬菜大棚，这小伙子有点发展，看事儿看的也准，也能下辛苦。这一会儿我们就把车都停里边去了，这宽敞里。这天多蓝呐！多么安详啊，多么舒服啊！骆驼，这房车生活就这样，有时候甚至很狼狈。哥几个天了看狼的就收拾去了，这雨，那哥几个把帐篷都刮上了远。现在这些所有这些车，除了里头那小面包，不是咱们会员，这些都是咱们的会员。到他这儿入住了。草原传统帅没是吧？嗯。对，原汁原味的草原蒙古包的传统帅。对，都我们自己弄的。特别是我们这筐白菜，给这筐白菜整个特写。纯蒙古的正经羊肉，正经羊肉不正经。这个是老干妈，这个也是黑头羊吗？这个黑头白头看不出来了。帅，黑头羊都干了。看，不醉不归啊！草原菜好吃啊，肉好菜好人更好。冉冉升起，正好在那蒙古包顶。真快，看看就出来了。这谁咱这是拍的好，正好赶上。纪念阿尔善图，我铁头功的功夫，结果没练成铁头。玻璃太干净了，这属于两败俱伤呗。两层玻璃都让我给干，再啪一下子。双层，这不是双层啊，主要是玻璃搞得太好了，那玻璃擦得太干净了，玻璃擦得太干净了。